啊，都想死你们了。哎呀，这过年回家回的晚，赶上29了，饿了，找家面馆吃口面。我记得原来这家叫大成的面馆，现在改名叫海参面馆，升级了，自动升级，提高档次了，可能挣着钱了，进去看看。服务员，欢迎光临。嗯哼，哥，点点啥？冷冻数酒的，不着急点菜，天暖和暖和，有茶水不？有茶水。免费不？免费。两壶龙井。没有。毛尖也行。有毛豆。泡毛豆喝呀。菜系什么菜系？面条系，抻的可细了。你这孩子，你说没等吃饱就让先给我气饱了。特色是什么？海参炒面。海参是正经海参不？海参是海参，正不正经我不知道。你这孩子，哎呀，海参正不正经，我也不知道。不闹了，不闹了，去，来一碗海参炒面。啊。海参炒面一碗。好嘞。你家咸菜收费不？咸菜5元一盘。不收费的有什么东西？就是小佐料，花生酱油醋是不是？对。辣根收费不？不收费。来一管。来、哎、哪有吃面放辣根的？海参炒面一盘，来，先生请慢用啊。你先等会儿，吃面放辣根是一种新的时尚，我要引领。等会儿，什么炒面？海参炒面。玩呢？啊？咋的了？在哪呢海参呢？光有炒面，海参在哪呢？炒丢了，扒拉出锅了，让你造了。海参炒面，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。解释啥呀？海参炒面，海参呢？我叫海参，面是我炒的。完美不？特别完美。菜单拿我看看。吓唬谁呢？在那儿呢。那个，我可以选择不吃不？不行，本店有规定，点了不能退。对。不能退能换不？那行。太干，换碗带汤的。好，炒面换汤面，走你。辣根准备好没？有。换汤面了。来点水。花茶呀。花茶你就倒满呗，那么抠呢？来，汤面，正事儿。汤面来了，辣根儿，这么抠呢？那就都挤里头呗，那就啊，就得意这口，我知道。看啥呀？头一回看这么吃的，学学。哎，你姓海呀？嗯，你叫海参。嗯，哎，你最有老妹儿叫海带。你咋知道我名呢？我妹妹。你爸是不是叫海丽的？顶着了吧，来吧，来个蒜瓣姐姐，以毒攻毒，这叫玩儿。这是真饿了，这是味儿咋样？香了，哎呦我的妈！
辣根泡面。哎呀，挺冒汗。行了，差不多了，不跟你们扯了。走了。不是，这差不多了。我跟我说不少事呢，还忙呢。没给钱呢。给什么钱？汤面钱。汤面我用炒面换的，给什么钱？那炒面你也没给钱呢。那炒面没吃，我给什么钱呢？等会儿啊，吃面就得给钱。你给他算呀。他说的对。他吃咱家一碗面没收着钱。你别犟了，要啥钱呢？汤面钱。人家不说了吗？拿炒面换的吗？炒面他也没给钱呢。炒面他没吃，给什么钱呢？对不？你俩先慢慢算，我就先走了。好。哎，不能走。干啥呀？老板，老板，有人吃面不给钱。别这样，别喊乱，这点事儿。是，大成的面馆变高端，谁敢上这儿吃霸王餐？谁？老板呢？胆肥呀！来，你吃霸王餐呢？不是，你家店开的有点不合理，我来吃面管我要钱，不合理。你上哪吃面不花钱呢？这面我就不应该花的钱。确实是，老板，人家有理。